感动的地方，我发现到要当梁志明导演的演员真的很不容易。如果你只是会说话的话，那是不够的，还要能唱又能跳。我觉得演完这一场，平均每个演员应该会至少掉2000卡，对，可以去马上去吃大餐了。那其实我觉得看完这部戏的最深的感动，就是在一个这么可能华丽好笑的一个表面上，但是那个笑完之后呢，内心深处其实是很心酸的，酸酸的。因为我发现到什么最难，看完感觉是做人最难，对，就是你到底对一个人或对一个社会或对一个这个世界，你要付出多少关心，要付出多少耐心。我觉得那个拿捏是很大很大的学问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宁可去选择一个当一个冷漠的人，对，因为没有情绪就不会那么在乎了。但是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，你会觉得那你来到这世界上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对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会关心这个社会、关心这个世界的话，那就一定要看《一个兄弟》。